话，我们今年改良种子的功夫没有白费。你看，今年的稻子粒子比去年又肥又大。二文，你看谁来了呀？谁来了？老文。林大哥。林大哥。你们来了。大哥。林大哥。哎呦，到底又见着了。怎么搞得像逃难的一样呢？谁说的？我们复原了。对呢。我们的队。看他们都快累死了。谢谢。顾客都有了太太了啊，周以文。好极了，你们都成了家了。好文，你这一年的工作成绩也真是不错啊。最近你在忙些什么？我还不是跟泥土结了不减缘了。现在害虫又给我作了对，每天搅得我头昏脑胀的。走，到外面去歇歇去吧。好，我得休息。来，喝点酒。对于这些害虫的斗争是一刻也不能放松，你少一头险，他们马上繁殖的更多起来了。是啊，不到田里来就不知道害虫的厉害，专门跟农民作对的。坐呀，坐。其实啊，跟农民作对的还不只是这些害虫哦。现在我们在研究改良种子，目前最重要的工作还是消除害虫。试试看，这是我们自己种的豆子，我做的是干豆。我尝尝。你们坐一坐，我去烧水泡茶来啊。等我去吧。我去。你们俩还是相敬如宾啊。大姐对于农场感不感兴趣啊？怎么会不感兴趣了？你们瞧，这些个都是我的成绩了。哎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其实我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城里，这些是我闲着的时候帮尔文做的。农场可以说是我休养的地方。你的生活倒是怪理想的。他的劳动也是双重的，在城里演戏教歌，回到家了除了自己写点文章练练歌，还要帮我整理研究工作，又要料理家务。他不仅是我的一位好太太，而且还是我顶好的合作者。现在他又把农场附近的许多小孩子都组织起来了，每天教他们读书认字。来，请你们吃点豆啊。哟，瞧你的手好脏哦，还不快点回去洗洗去。林大哥，什么事啊，阿梅？哦，林大哥，那个有虫，田老爹看见你。林先生，您看看，这种虫我都没见过，好凶啊！苹果树叫它一咬就哭了。在哪儿？云青，你们不要走，这儿用得着你们。这可恶的虫，各式各样的虫。农场，谢谢你，请他快点来听电话啊！兄弟来了吗？哎，我跟他说话，来。别忙呀，娘也是请他去了。哎，你们可得好好的安慰他，他很寂寞，也可以说很痛苦。大姐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看看他？我每个人都惦念着他呀。他也很惦着你们呀。村里也怪，我们写过好几封信给他，可他一封也没回。哎，是啊，我们大伙写一封信，他还没有回我们呢。有我转的一封信，的确收到的，而且我亲眼看见他写回信的。太太，老爷让我来给您量量尺寸。样子呢？样子，从料子，老爷都已经挑好了。样子料子都挑好了，尺寸也不用量了。喂？哦，姐姐吗？有什么事儿？你们结婚纪念的请帖已经收到了。哎。现在有一个朋友跟你说话啊。春丽。喂，谁呀？猜猜看。猜不着呀，可是你的声音很熟。是的，我是韵琪。哦，韵琪，你已经回来了。我们刚回来不久，好容易找到大姐这儿，我们都在呢。陈丽，喂，怎么了？喂，怎么断了？喂，那我们的队呢？我们的队复原了，解散了。我们都分散了，没有办法。你不是李林妹妹吗？是啊，我是李林呐。我是邓凯呀，我是穆克。
还有我的太太周以文，你没见过，来来来。你们又都来了，哎，我真高兴，我恨不得马上看见你们。我写了好多封信给你们，你们为什么都不回我呢？快点来看看我吧，我真闷死了。我们已经看见你结婚纪念的请帖了，到那一天我们一定来。哎，恭喜你啊，春丽。哎，你等一等啊，云溪还有话跟你说啊。云溪，我没什么话说了。也来衣服吧。太太，太太，老爷子说了，他说一定要你娘俩今天。就拿这个做样子好了。裁缝来过了没有？啊，来，量过了吧？啊，这还没量。没有。这个样子，这个料子，好哎，都可以。啊，刘处长，啊，您刚来，哎，请。哦，王主任，啊，金子秀，恭喜。啊，吴太太。您看，比一年以前的今天，你们结婚的时候更漂亮了啊！哈哈，刘志兄，你的艳福可真不浅呐！啊，春丽啊，你在这儿陪陪王主任吧。啊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！啊，恭喜吴太太，您真是。王主任，对不起，我那边有点事情，您请坐一会儿。姐姐，嗯，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吗？你替我去招呼客人吧，真讨厌。怎么，你讨厌我们了？哦，不是的，姐夫，我有点不大舒服，我想楼上去休息一会儿。那你快歇歇去吧，反正景芝在这儿呢，啊。春丽，这么多客人，你怎么好走？待会儿干妈还得来，你得好好的招待你。我有点头疼，我不高兴。头疼？哎，就是这儿。请问，你们找谁？我们是来道喜的。哦，那么有请帖没有呢？哎，有。哎，道喜还要什么请帖？要是没请帖的话，对不起。那咱没法招待。哎，请帖卖多少钱一张啊？这道喜又不是坐火车，又不是看戏，还要查票。我们是来找梅春丽小姐的。好，那么请给张这名片好了。名片，名片。运琪，哎，春丽，春丽，小梅，啊，李林木克，你们都来了，怎么不进来呀？小妹，我们在这检查身份证呢。对不起，静娃，真对不起，我不认识。锦芝，陈允琪他们来了，你跟我一块去见见他们。你们等一会儿啊，我跟锦芝一块来见你们。当心你。春丽。运气。春丽。春丽，啊，你好吗？你不认识他吧？我来给你介绍，他是我的太太周以文呢。啊，以文妹妹，你好吗？谢谢你，梅姐姐。哎，春丽，啊，你怎么做起阔太太了？打扮那个妖里妖气的样子。对。啊，锦芝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陈允琪，我们歌演队的队长。陈先生，就愿。吴先生，恭喜。怎么你们都来了是吧？好，请里边坐。哎，
多少钱？啊，请您请。请这边走。啊，对，请这边走。哎，请您请这边走。大姐，你咋来了？来来，大姐，你下来了。林爷，你下来了。诸位，请坐，请坐啊！失陪了，失陪了啊！这帮人的请帖谁发的？并不是我发的呀。刚才我在门口还在向他们要请帖呢，偏偏在这时候来弄得不上不下的。这样吧，待会儿饭就开在小客厅里，把他们割开来。哦，是。你可得留神呐，他们这帮艺术家的脾气也不是好惹的。你们倒还是跟从前一样那么结实，你好像稍微瘦了一点，可是精神倒比从前好了。我看倒是漂亮了点了。我新娘的时候比现在还漂亮呢。哎，春丽，你现在还练不练歌了你？对了，你不是在重庆还表演过吗？你歌唱怎么样了？你现在？是啊，我还没听见过呢。我现在差不多完全不会唱了。啊，吃点糖吧。好，我吃。燕琪，吃糖吗？你好，云七，少爷叫你去接他呢。哎呀，你们今天这儿真热闹啊！难得把你老人家请来了。吕小姐，您好，你也爱热闹，真是难得。王主任，喂，你们看那个女人，满身都是浮水液。那就是景致的干妈，反正不是寄生虫啊，就是结核菌。干妈啊，你忘了介绍了。这是我新收的干女儿王三小姐，这是你干哥哥吴景之。干妹妹，哎，你干妹妹正要参加竞选上海小姐，你要帮忙哦。那一定的。像干妹妹这么漂亮的人，我担保一定会当选。哪里，请干哥哥多多照应她一点。好说好说。好，春丽来。干妈。干妈。这是王小姐，这是那人春丽。哎呀，春丽呀，你今天打扮的可真漂亮，可把我的干女儿给比下去了。买个笑话。怎么样，进来小两口吵架没有？哪里，我们是模范夫妻，再和睦也没有。那就好了，家和万事兴啊。你老人家说得好。你老人家今天带点什么东西送给我们两个？瞧你这孩子，一见面就跟我要东西。您家里东西多，把你不用的东西给我们一点，我们就发了财了。得了得了，别给我戴高帽子了。把那两样东西拿过来，给你们带来了两样粗东西，留给你们做个纪念吧。这是我送给春丽的。赶快谢谢干妈。谢谢。这是我送给你的。给我的。这是刚从外国来的最新式的打火机。真好玩啊。真好玩，真好玩。谢谢您老人家了。请那边坐吧。怎么这两天老不见着你啊？
实在是忙啊。是不是忙着打牌？生意也做，牌也打。输了还是赢了？输了，可是输的不多。你要是再打输了，我可不借钱给你了。我想干妈一定会支持我到底的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今天我们这个结婚纪念实在是太简单了。可是兄弟以为，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所以兄弟一直希望有一个和平、安静、兴旺的家庭。诸位。为了恭喜我们的主人，我们大伙儿也干一杯啊！啊，请，啊，请，请，请，他是你的主人，你干杯好了。哎，邓凯，邓凯，你坐下，别使春丽太难看了。要求一个家庭的和平安静，那夫妻之间就要有充分的自由。夫妻之间要求有充分的自由，那就必须要互相尊重，互相体谅。我跟我的太太就可以说是这样一对美满的夫妻。我们夫妻所以能够这样的美满，我们家庭所以能够这样的幸福，就是因为我的太太是一个最明白事理的人。王先生，好，你先到外面忙吧，我来替你招待。啊，您，哎，好好好，哎，谢谢谢谢。那什么事情都是顺从着我，啊，总是以我的意志为意志，我的乐趣为乐趣，更能使我的事业。天讲呢，物以类聚，还是咱们这儿自由的多。我可以说，他是我可爱的小绵羊。我请诸位不要笑啊，这是真的。不过我也顺从我的太太，我也是我太太的小绵羊。可是我希望我多顺从他一点，让他少顺从我一点。我希望我能成功一个真正为太太服务的好丈夫，将来我们举行金婚礼的时候，再请各位带着你们的孙儿孙女来喝喜酒吧。你是要敬各位的酒吗？那好，现在让我们夫妇俩来敬各位一杯酒，敬祝各位健康。好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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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欧姑，我把林太太请来弹琴。啊，是。我今天一定让我的太太唱一个最得意的歌来答谢各位的盛意。好。春梅跟这种生活怎么能够协调呢？我想她心里一定有很深的痛苦。林太太，林太太呢？啊，这个林太太，请您进去。我们吴先生，请您进去弹琴。是啊，这个我们少奶奶呀，她要唱歌啊，唱歌啊，给你看看吧。哎，好。哎，春丽会在这种场合唱歌？春丽不会的。她是说她很久都不唱歌了呀。大姐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，请您来伴奏，春丽要唱歌了。大姐不，我今天嗓子不好，不能唱的。哎，春丽，你怎么能不唱呢？唱一个表示来宾的谢意呀。吴太太是有名的歌唱家，我们非要她唱一个不可。对对对，非常惭愧，我自从结婚以来差不多就不会唱歌了。客气。我一定勉强让她唱一个啊。大姐，请你去弹琴吧。
的话了啊，面子要紧。我看这样吧，还是让我的干女儿王小姐先唱一个，再请吴太太唱吧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好好，我们先请王小姐唱一个啊。怎么样？啊，还是王小姐大方，不像我们村里乡下姑娘似的，没见过大场面。哪里？怕我们不懂艺术啊？您说的是啊，怕我们是牛，对牛弹琴。大姐，你们请开始吧。那么，王小姐，您唱个什么呢？随便什么好了。唱个狼呀狼吧。什么？狼呀狼？嗯，是我干妈挺爱听的那个歌了。对不起，我不会弹。他会弹了，他会弹了。哦，好好，请弹，请弹。唱不行的，我说，听见了啊。